欢迎各位收看《南投新闻》，大家关心地方的大小事。闽江乡新街国小有一位跳舞非常厉害的学生庄玄伟，老师常常甲伊，或者是甲同学做伙跳舞的影片传到学校的网页，作为活动表演预告，帮学校宣传。只有四年级的伊，原来是学校内部社的成员，除了社团指导，家己卖透过网络学习新的舞步，连街舞老师拢学了伊是非常有天分。跳起舞来带着满满的笑容，因为对庄玄伟来讲，参大家做伙练习跳舞是最快乐的一件代志。伤心或难过的时候，跳舞可以让我释放压力。喜爱跳舞的庄玄伟，只有四年的伊，舞步一点仔都未输乎pro级的舞者，伊嘛是新街国小内部社的成员。老师教完之后，我回到家还会再复习一遍，就看自己是哪里错，然后就一直练习那个部分。对啊，他蛮认真的。他一开始他刚来的时候啊，他就是施老师有讲，他就是很喜欢跳舞，对，然后也蛮活泼的，然后所以呢，就是一开始他一来的时候就开始啊，我都会跳，我喜欢跳。老师嘛，常常将伊跳舞的影片放到学校网页顶头，有时是祝大家家己快乐，有时嘛为学校宣传各项活动，真侪流行舞步。庄玄伟讲，拢是看网络教学影片，家己练习，家己学。看教导影片，有网络上会发那个教导影片。只要听到音乐，都比我还早。我他还没教的时候，他已经会跳了。对，然后回去都复习蛮多的。对，然后就是说他真的很厉害。对，也是我们班最会跳的一个。只要开始跳舞，就是专心投入。庄玄伟也希望未来会当成为一个会晓唱、会晓跳的动感歌手。我期待的不是雪，而是有你的冬天。我期待的不是月，而是和你的遇见。记者蔡凯采访报道。